各位下午好啊，我是九门，我是九散啊。今儿个呀，咱上潘家园逛地摊儿去。走的您呢？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北京的潘家园啊，听说这潘家园啊办了个地摊展，咱搂了去。哎，九哥，听说北京能摆地摊了？没错了，您呢？您看这两天潘家园啊就举办了地摊展，一得着信儿啊，立马我就过来了。嘿，潘家园地摊展，这肯定热闹啊。我呀，先帮您看看潘家园的开门时间，您看没有？周一至周日早上9:30到下午5:30。今儿个咱逛潘家园啊，主要逛地摊展，我先带您搂了去。得嘞，您带道，我跟着您。哎，对了，在这儿还得跟您说一下，您要逛着地摊展啊，从北门一进来就是。他这日期啊，第一场是6月4号到6月10号，第二场是6月22号到30号。一重年。老北京文化地摊展会，您别说，这名有点意思。您看这次潘家园地摊展会啊，卖的都是一些旧货和老物件。哎呦，就喜欢老物件，这得跟您唠唠。您看这北京啊，现在好多地方都开放地摊经济了。哟，这可是好事啊！看来以后北京啊是越来越热闹了。您别说，这地摊啊就是接地气儿。哎，给您看看好玩意儿，您瞧人家地摊摆的全是老物件。哎呦，老电视、老水壶、老茶盘子，这一地啊全是童年的回忆。哎，九哥，看来这潘家园地摊展会不错啊。这刚哪儿到哪儿啊，后边好玩意儿还多着呢。咱俩接着逛地摊去。哦，逛地摊去喽。您看今儿逛地摊的人还真不少，估计您要周末来啊更热闹。这儿还有卖老琴的、老吉的、老二胡、老古筝，什么都有。哎，九哥，这地摊可太全乎了。哎，您再看这边，连这老门铃、老桌铃、老铃铛都有。这现在可少见了，您玩一个我捞了。得嘞，咱玩一个。嘿，这小铃铛不错，声够脆的。在这潘家园地摊啊逛了一圈，您别说，卖什么的都有。正好的手里啊缺把扇子，花10块钱买了一把。您要来这逛地摊啊，记着砍价。北京这天啊是越来越热，您要来逛地摊啊，记着带水。得嘞，您看没有，这天啊它也不早了，今儿啊咱就先逛到这儿，下期接着聊。哎，对了，您要是想坐公交来潘家园，您可以坐34、36、51、99、674、300潘家园下。您要是坐地铁啊，就是10号线潘家园 B 口下。